喂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好，宝妹好，我要问，我有在 LINE 传上去，今天我是福星的阿信，阿信，好，对，你，我要问的是冬瓜，我 LINE 是 Badal，P 开头的，今天早上传的，今天早上，有，有，嘿。对，哦，好，那再麻烦老师。OK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不会，好，来，拿出来，这个问题较长吼，就不得唔免个保密个念一解啊啦吼。啊，咱直接呢，甲这个复兴吼，咱这个好朋友呢，做一个这个回答哦。伊讲去年12月28吼，去年12月28定义的是1月吼，1月、2月、3月90天吼，这。那么种这个冬瓜哈，这伊叫做这个北斗系统的这个哈，这唔知影过卫星导航的哈，北斗系的这个冬瓜哈。那么这款呢，这通常在哈算其实伫咱冬瓜节这个品种哈，在国内哈，国内呢有当时啊哈这个。其实，伫目前咱咧用诶吼，在冬瓜品种吼，没有特别的多啦吼，因为冬瓜有一部分就是讲你若无客作吼，种这款诶一个部分吼，那么很容易吼，很容易受到这个产业上吼，这当然报道吼，这。伊是一个相当出名哈，大概相当出名的一款因伫即个种冬瓜这方面哈，那会当讲咁要变有一个即个专业区哈，即附近的种冬瓜人比较较济哈。那么伫即个家呢，伊讲的解决问题哈，即台农二号哈，即台农二号应该是目前呢咱即个冬瓜即个品种，伊讲即个仔啊呢，规批出问题，所以另外调即个国家仔。那么即仔有一寡即个差异哦，部分因为即个砧木哈。这个叶啊拢无去啊，还是讲臭打啊，是不是爱做一寡这个处理哈、哦？这个，那么这个是安尼啦哈、哦，就是讲那是砧木哈，砧木的这部分呢你那是爱稍注意的哈、哦，比如讲你讲是不是爱伊个无叶啊，还是安怎？是不是爱另外去做一个这个处理哈、哦？那么这底下不是简单安尼个回答哈、哦，其实最主要你就是管理好水就好啊哈，赶、哦、快。那么他。基本上基本上伊无虾米款的一个讲爱去另外去处理啦，是安怎吼？没有这个特别这种无这种特殊的这个方法吼，就是讲伊个仔啊都歹啊吼，仔啊歹呢，你可以较紧开根吼，较紧会当成长。那么这个就足重要，因为正常吼。正常来讲，这个每一个仔啊，吼，伊你注意甲看小黄瓜上明显哦，小黄瓜你像你甲种，伊个回归应该算足弱的一个伫瓜啊内底吼，洋香瓜就卖讲啊，吼，小黄瓜算足弱的，但是生长势是咪足紧的，生长迄个速度足紧。你注意甲看，伊迄个仔啊，迄两片西瓜饼啊，然后跌的时阵吼，一直起，到伊做大长的，甲你甲。当时嘛吼，迄两地拢要个地咧，这种伊个产量会继续好诶啊。迄两片栽叶啦，吼，咱咧讲诶栽叶吼，紫叶吼，有人讲迄紫叶有啥物作用吼，这个很神奇诶吼。这两片紫叶呢，一旦讲是一开根诶发动机吼，这物件内底它很容易产生 GA3 啦，吼，还是讲天然细胞分裂素啦，吼，这当然你家己生产诶拢是天然诶吼。那么这细胞分裂素诶一个这产生，那么对开根来讲是足重要，所以伊那阵讲这个。砧木吼，砧木的这个部分，迄两片西瓜饼啊，有可能因为你嫁接创啥，也下掉创啥，迄老几叶，哦，一般通常咱赶快弄个老几的枝叶吼，老几的栽叶。那么枝叶老低的，伊咧开根会较紧哦，啊那无就无法多啊吼，所以咱通常就是讲是不是第一哦，伊那是伊有来的时阵哦，并讲迄个栽叶拢无去，还是讲打去。那么这里都要注意啊，就是讲这仔啊上好会当该因为这种超大的叶啊，最容易得这个并讲你种的时阵啊，较凉，最容易得灰霉病的。
哦，那么在因为你整那个时间会拄到那是较恶寒还是什么呢？啊，伊就较容易得灰霉病。啊，得灰霉病，做侪人无去甲注意，拢是归功啊，这个药病罐头。结果呢，啊，你灌的效果无通讲介好吼、哦，所以通常啊，不会建议讲啊，你咧灌疫病的药啊，你难保你霉素吼。那么用一挂抗生素啊，一般那是这个灰霉病来讲吼、哦，那么你用这个啊亚脱敏呐吼，还是讲这个百克敏，那么你染这个冰宫那是罐头，你都用。亚脱敏，你那是喷血病，你的百克敏嘛不要紧啊，三佛敏、克收心，这种同一类的药啊，拢会使啊。但是就是讲，你一定要染保利霉素啊，你个染一个，哎、啊，这灰霉吼，你要避开掉啊。这有可能，因为有可能是这个灰霉病吼、啊，就讲伊打起，因为这个灰霉有一个叫做咱咧讲的讲叫做半腐生，伊会寄生伫这个血啊管顶哦。所以咱啊，尽量就是讲啊，那是来知啊看啊，知啊，迄个臭打起啊，就甲迄个臭打起甲提掉。那么上好会当甲泡一下这个。佛比巴克，那么佛比巴克就是预防这个疫病哈，还是讲哎，这个几啊种药，两种药难做伙嘛吼啊，所以呢，这起来都做些这个封闭，哦，安尼来改做处理比较好哈。所以如果你那是发现讲这摘下来呢，哎，摘许草花打，你上好把草花打的药啊，给提掉。哦，还是讲爱草花打一半，草花打一半，规矩就甲念掉。啊，念掉你袂使安尼直接去甲整哦。这上好就是爱个做姐姐处理。一般来讲，咱拢会建议讲啊，用这个玉米素200倍到300倍啊，佛比巴克1000倍哦，啊，南极苏拉菌状芽孢杆菌哦，菌状芽孢杆菌呢，当用个500倍、300倍啊，用较重些话不要紧，因为只是苏拉呢哦，啊，用西瓜一分地啊，种无几丛对吧？啊，你用的这个成本哦，摘啊处理的成本足低，啊，你。该堵一边过吼，仔啊个堵吼，规丛像咧潜水安尼，啊个堵堵个头，啊个勾起，啊更了打差不多啊30秒、1分钟过吼。比如讲，阮一般拢是个堵一半一半拢堵好啊，啊个摆好了，佮提落去整，安尼起来呢啊，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吼。因为咱较惊的是惊讲伊细长的时阵啊，伫即个着即种灰霉吼，还是讲啊有即个，因为伊个既然会打起，一定就是讲伊原底可能着病吼。有可能得病，还是讲个管理上啊，较无拄好，所以咱可以开根啊，咱可以用这个啊，这个疫病的药啊，还是灰霉病的药啊来做防治啊。这种较全面性的解决用药呢，啊，目前较看起来就是讲这个啊，佛比巴克还不错啊。有的人会用这个扑灭灵，有的人会用这个氟多宁，哈、哦，这拢有足侪人啊。有的人用这个普克拉蒙，阿伯啊习惯是用佛比巴克啊、哦，所以这大概是安尼一个这个方式啊、哦、啊，最后你稍做一下了解。那么另外一个讲，哎、欸、呀，你讲这个有可能，这个筋络较歹，吼、哦，这开筋的解决问题，这确实。那么开筋的问题，要来改这做处理，哦，这通常啊，上简单，咱就是用这个玉米素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讲啊，我用这个灌一挂开筋的 NAA 钠乙酸钠，吼、哦。那么，伫目前来讲啊，不管是因为咱的血盘苗吼，这筋络断去的这机会较小啊，咱较无建议你用 NAA。有当时啊，你用这个 NAA 吼，那用伤济吼，那乙酸钠用伤济，也较容易产生雄花。哦，啊，就是讲伊伫干花啊，无花较袂开，哦，啊，这会拖较慢，哦，这有当时啊，有这款的这困扰，加上那个拄着低温，啊，就较容易有这款的这问题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一般咱会建议讲啊，用一寡较天然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用这个生物刺激剂啊，用这个玉米素，吼、哦，来改这做处理，吼、哦，这互你稍做者了解，吼、哦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哈、哦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讲，早下时阵风吹啊有迄、那个啊，拢会造成这个枝条吼，这较容易受伤，啊这规段会怎啊冷起吼？那么这款呢，这情形吼，比如讲啊，是不是伫这空水喷药的时阵啊，来加以搭配着这个保利霉素，还是这加四酮吼？那么还是讲像长较大一点嘛，还是啊，应该就无啥物款这问题吼。这长头的这部分呢，那么你也看起来吼，就是讲伊会受伤会。哦、这有小花有一点啊，啊，较恐怖是因为迄有小花黄黄白白吼，这啊，这不一定是风吹啦吼、哦，当然风吹冇可能，但是这有可能是这个慢枯病吼、哦。那么所以你用这个保利霉素，那么你用这个慢枯病吼，万古咱拄则讲到吼，这佛比巴克这物件做预防，啊，你买当用这个亚脱敏啊、哦，这来改这做这处理，那么这样呢起来呢应该是会较好吼、哦。啊，那风吹当然嘛足重要吼、哦，这袂使啊，尤其都静落吼。风底啊，这个落落线哦，这可能呢嘛，足危险，所以
啊，有诶用草音哦，并讲咧种诶时阵呢，啊，用一个稻草哦，因为咧种迄时阵风较透，啊，风寒人诶风较固定向，你会当用一个稻草音呢，小甲动咧，那么即个效果嘛，相当诶，即个好哦，即你会当考虑啊，啊，用安尼来处理，应该就较无即个。啊，风的一个这个问题安尼吼，那么第三个就是讲，第几天的落雨了吼，这长呢啊都掉过，这叶啊保持着吼，那么叶子绿色啊的这个诶怎连起根无看什么款的这个、问题吼，那么你讲讲一块地那种这个台农二号啊的无什么款的这个、状况吼，那么第这款的这个、情形呢，有可能吼，有可能伊迄连起这呢啊，因为都只看到迄个长头的所在有小块啊这。别别哈，这是不是有这个慢枯病的这问题哈？目前该看起来，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哈，无讲啊，真特别的一个哈，算看较未出来哈。但是呢，这个有可能哈，也抗病性较歹哈，所以我是建议讲啊，是不是在这方面呢啊，你需要注意一下哈，这有可能伊迄个品种哈啊，这个筋较老吼，所以呢，伊会对着这种啊，这个抗性吼，这一挂这抗性的，你啊较歹消化吼，所以啊，大体上呢是有这款呢这个情形吼，所以啊，在这方面我是给你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建议啦吼。那么就是讲，伊这物件吼，算那落雨，还是讲掉过吼，伊会滴啊长的会连累吼，即有当时啊含这个。啊，土壤的一个问题，足大的讲，迄筋吼拍卡无开哦，筋卡无开，所以这就是伫这方面的小注意的。你看起来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但是啊，你有发现无？迄筋呢啊，较多加一条主筋吼，什么啊，什么须须拢无吼，就是讲你仔啊来应该做老的吼、哦，所以你应该是老苗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真老栽，所以迄筋的活性降低，所以就较容易出现到这款的这问题吼、哦，所以啊，那是当个管啊。这个、玉米树啊，为什么咱一开始要用玉米树？哈，较惊就是惊这种，就是讲希望也当啊增加伊的一个这个侧根的一个这个量啊，所以这有可能，有可能是这个苗的这个啊老栽甲无老栽的这个问题哈、啊，所以这点呢啊是我个人一个小小的这个判断哈、啊。那么另外一个讲，这个去年种的品系是这个台农二号。那么较大这问题就讲第一批有迄个尖头吼、哦，那么今年这个台农二号啊，这个幼果吼，这个、台农二号这个、冬瓜这品种，那么有这种。这个尖尾尖尾的这个问题吼，那么这种尖尾尖尾的这个问题呢，啊，你一定爱注意到，这是伫这个低温时期的这个雕刻，那么较容易出现呢一款呢这个现象哦，就是讲低温时期坐果哈、哦，那么冬瓜其实是啊，较比较怕。过迄个低温哦，这低温呢啊比较较惊，爱较惊低温吼，所以呢，那总讲会去拄着啊，这个低温的时阵来雕果，啊，就较容易出现着这种的这问题。啊，有人来讲去吹捧哦，那么伊是因为低温所造成的这个吹捧，所以你转油的时阵，后边讲你捧，那么你个淋一点啊，这个。啊，玉米树啊，做伙来转啊，增加伊啊，我讲啊，我用这个吊生杆来晒，伊往那晒，然后这可以增加细胞质的这个流动，那么伊较容易来改这个吸收，那么缺硼的这个现象的话，都来改这个解决哦、啊。这通常伫低温的时阵啊，咧雕果的较容易出现着这种的这问题哈、啊，所以你需要注意这個。那么伫灰尘哈，爱、啊、注意这个硼的这个补充哦、啊，这大概是这款的这情形哈、啊，这当可你需要做些参考哈。啊那么另外一个第三哦，就讲、是、啊，你种的这个处理哦，这个木霉菌扩培米坑哦，这个每一丛一小把，这个是好事哦啊，这个无问题。那么种进行金箔六泡泡玉米素包，这个生长素逆境通1000杯，菌状芽孢杆菌400杯。那么你要用的时阵，我是建议哦，唔免加这项哦，比如讲啊，你用玉米素啊，然后用这个。啊，玉米素，哦，啊，搁一个就是菌状芽孢杆菌，哦，这两项，然后用一个这个啊，佛比巴克，哦，这掌心来浸一下，哈、哦。那么至于这个生长素，哦，这开根呢，啊，你较慢慢用开来用，并讲你当加农林菌用，还是讲有落雨较济时阵你来用，啊，天气较凉的时阵你用一点啊，这吊青啊，这样来用，哦，啊，唔免一盖盖泡啊济，哦，所以这你也当安尼来做一下这调整。那么根部用这个。这个菌根菌啊，这个当然是很好啊。啊，搁一个就是讲第五天哦，种类了第五
天你在管管伊德利啊，这个荣林郡啊，这个、县治级管人的时阵哦，啊，这个县治级，这个、就是讲伊在防治着，这散糖吼，较无遐尼啊严重啊。一般来讲，吼，一般来讲呢，啊，伫冬天吼，咱咧种冬瓜一般不会特别吼啊，唔是讲哎呀，咱要应该晒会晒啊，但是我是建议讲，不一定爱啊，伫迄个时阵，你等有雕果吼，并讲伊较凉啊吼啊，差不多到这个二月迄阵开春啊，迄阵你得爱用哦，迄阵你较来用散糖的这个物件都会晒哦，这个呢，啊，当你提早用嘛是会晒哦，所以呢，大概是安尼吼，那么。这里在当和咱好朋友呢，小做姐姐了解的哦。那么你讲去年哈，这个种冬瓜，那么达料呢，就有袂歹姐姐修行啊，这当然啊，修行然后可以当袂得好介绍，不然拢替你足欢喜的哦。这个种冬瓜呢，无快活哈。安怎讲无快活呢？啊，大概你看冬瓜遐大条，特别卖啊时阵吼，啊，拢会做欢乐的，较早不阿捌啊闹个笑话哈、啊，这介绍想卖唔完卖，啊，甲捡起来，结果呢三块哈，那、啊、三块唔卖，到尾啊呢卖无五角哦，这物件呢啊，这个呢非常人家保一个。报五支镜头啊！我足欢喜的讲，好，好你，我想讲，好我等到啊吼，三块半无卖，即卖卖五块应该赚啊。这个、结果是五角哦，这物件啊嘛无啊多咧烂吼，所以这冬瓜呢，其实真的不好玩哈、哦。那么伊的初期哈、哦，因为冬瓜其实啊，伊、非常的这个强健哈，伊、哦、初期的时阵你若过好势，那后面哈、哦、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尤其即卖拢真侪利用这个嫁接苗，那么嫁接苗真重要，这个所在就是讲啊，因为咱咧种。那个初期吼，啊，卖好去感染到这个病害哦。那么头啊呢，稍注意一下，然后注意较侪，可能爱啊两次左右，两到三次的一个疫病。比如讲咱火比巴克一届，对不？那么种落一阵呢，差不多啊，各头七天吼，各一遍啊，啊，各另外各一遍。但是种这个嫁接苗一个重点哈，种这嫁接苗时阵，你一定要注意的，就是个水分哈。啊，水分的管理呢，也比传统的哈，正要稍微多一点点水分哦，因为都开始啊，这个嫁接吼，对水分的这个需求会较大吼，所以好朋友呢，在这方面你稍注意着，其他那是有个啊需要检讨的这个所在啊，咱开个做一会吼来改这探讨啊。